提图抖音本文由 X 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本文约3800字，阅读多久全凭你对抖音有多好奇。作为不折不扣的二次元死宅，没想到居然有一天我们也中了抖音的毒。从海草舞到 Jura 舞，再从各种萌宠视频到奇葩的模仿秀，作为目前短视频领域最火的平台之一，我们再在电梯里、地铁里、路边小饭馆里，都能时常看到有人在开着外放刷抖音的短视频。抖音的火爆显而易见，这让 X 不由得萌生了一个想法，在抖音里的二次元究竟是怎么样？那些高人气的动漫 IP 在抖音里又有何表现？二次元相关的公司又应该如何在抖音里展开营销？带着这三个问题， X 在抖音里开始了二次元探寻之旅。抖音内容的二次元式表达众所周知，抖音的热门推荐是由一套算法来驱动，于是当我们刚下载完抖音并开始在首页刷热门推荐时，看到的往往是许多具有抖音特色的短视频，如舞蹈、段子、萌宠、技术流、美妆、旅行、模仿秀等等，这些内容的点赞数往往也会在几十上百万这个量级，个别爆款视频的点赞数甚至能达到千万。如果我们按照所谓二次元的审美来划分，这些在抖音平台中的主流短视频内容显然是不折不扣的三次元。实际上，倘若我们要在抖音里寻找到与二次元的短视频，通过关键词搜索恐怕是唯一的办法。由于这些二次元相关短视频的点赞量往往集中在数千到数十万这个区间，所以他们在抖音里其实是属于隐藏状态，这或许就是中国二次元文化受众总体来说还较小所致。不过当 X 在抖音里搜索包括二次元、动漫、cosplay、 狐妖小红娘、全职高手、海贼王、火影忍者等热门关键词后，却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那些隐藏在抖音平台深处的二次元短视频内容本质上就是抖音主流短视频内容的二次元式表达。举几个简单的例子，目前火遍抖音的百群舞是一段配合西语歌曲 Magent 音乐节奏深受抖友们喜爱的可爱舞蹈，而这段舞蹈的二次元版其实就是小姐姐们换上了 COS 服再重新演绎。比如抖音舞蹈红人 at 戴古拉 K 和知名动漫博主 at 荣小兔头跳的百群舞，除了服装方面的差异外，整段舞蹈的大框架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在抖音中特别流行的聊小姐姐小哥哥类视频，在被二次元化了之后就可能会变成这样的画风。妖狐 coser 前面看到了一个特别好看的大天狗小哥哥，我准备去聊他一下，小哥哥小哥哥，我给你一个东西你要吗？大天狗 coser 什么？妖狐 coser 我你要不要？大天狗 coser 嫌弃脸切，妖狐 coser 呸，你以为你是谁啊？我才不在乎呢，去死吧。至于抖音中的技术流短视频，也同样有对应的二次元版本，比如 at 仙路日本特派员就上传了一段初音未来全息投影设备的短视频， at 海浪则通过手工绘制制作了一双灌篮高手限量版 Nagif 1。此外，像你的名字、曲景帝、东京台场、一比一独角兽、高达等一系列二次元圣地巡礼，也是不少二次元爱好者经常在抖音里上传的旅游类短视频。其实在抖音里，这类被二次元化的短视频其实数不胜数，从各种动漫作品经典桥段的模仿秀，到 COS 妆面的简单教学，再到最新动漫、游戏、魔玩的简单评测，以及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二次元心灵鸡汤。在抖音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二次元文化在中国年轻人中最为真实的一面。二次元绝对不是孤立的存在，它本身就是年轻人对流行文化的个性表达，衡量热度的用户挑战。音乐前文说到，搜索关键词是在抖音里看到二次元相关短视频内容的唯一渠道，也因此
倘若我们要衡量一个 IP 在抖音里的热度，关键词的搜索结果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参考数据。当我们在抖音里搜索某一个 IP 或公司平台名，就会出现用户、挑战和音乐三类结果，其中用户一栏就列出了使用了该关键词作为 ID 的用户，尤其是官方运营账号。挑战其实就类似于微博中的话题功能，能直观地反映出该关键词在抖音平台的人气指数，而音乐则能反映出该关键词相关的音乐使用情况。通过在抖音搜索了近百个热门二次元关键词后， X91 总结了搜索结果。一、用户可能是目前业内对抖音营销仍然不是特别重视，所以开设了抖音官方账号的二次元相关 IP 或出品公司其实并不多。目前 X 找到的有 at 阴阳师扫地工 TAPTAP 发现好游戏 at out 魔玩社区 at A 站办公室日常 at 异化开天 at 华小鸡 at 剑网三 at 茶啊二中 at 秦时明月 at 一禅小和尚at down 的汉塔等账号，其中有部分账号尚未完成官方认证，不排除有遗漏的可能。按照实际的运营情况，这些抖音官方账号大概可以分为三种运营流派：硬广流，简单来说，这就是把已经做好的动画、游戏视频、活动现场等内容直接上传到抖音，比如每一部短视频都如同抖音信息流广告一样的 TAPTAP 发现好游戏，无脑播自家动画剪辑且不针对手机屏幕进行内容优化适配的 at 异化开天，以及只把抖音当作漫展活动和动画剪辑发布渠道的 at 秦时明月。相比起在抖音中其他有趣的短视频，这类硬广型内容其实很难让人产生继续看下去的欲望。实际上，这几个账号的运营情况也并不理想，账号粉丝数量较少不说，所发布的视频很难产生点赞上万次的爆品，种族优势流。在这些官方账号中，存在一些本来就是基于短视频打造的动漫类 IP 产品，如 at 一禅小和尚 at down 的汉塔，他们此前已经在微博、今日头条等平台积累了不少短视频营销经验，所以在抖音平台上多少都有一些种族优势。值得一提的是 at 一禅小和尚凭借其推送的大量心灵鸡汤类 3D 动画，该账号目前点赞数已经突破了8500万次，粉丝数则达到了2400万，是 X 目前在抖音平台上看到营销最成功的二次元相关官方账号。定制流，这是一种按照抖音平台短视频的流行风向，并结合 IP 或自身平台的特点发布定制营销内容的做法，比如 at 阴阳师扫地工就曾多次运用抖音的流行手法来拍摄短视频，而 at A 站办公室日常则更喜欢将当下热门的表情包和网络段子作为蓝本，从而专门制作短视频内容。相比起前两种流派，定制流所做出来的短视频其实更容易在抖音里进行广泛传播，像抖音粉丝超400万的 at 茶啊二中，其发布的几部热门短视频其实都是在抖音里特别流行的手势舞，而 at 华小鸡也开始针对这些短视频内容的特点将自家动画进行了优化。唯一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定制流短视频是否能火其实多少都有一些偶然性，往往需要运营团队的积极尝试和持续操作。二、挑战在抖音里，挑战是衡量一个 IP 人气高低的重要指标。日本二次元相关 IP 方面，参加挑战人数最多的仍然是井海贼王 2.5 万和井火影忍者 1.6 万，其参与者全是来自粉丝，内容横跨动漫内容盘点、真人模仿秀、绘画、怀旧鸡汤等多种类型的短视频。至于说其他日本新番动画，如井魔卡少女樱、井崎木南雄的灾难、井我的英雄学院等挑战，存在感相对比较薄弱。中国二次元相关 IP 方面，目前 OX 找到参加人数过万的是井凹凸世界 1.6 万、井魔导祖师 1.1 万、井凹凸世界 cosplay 1.1 万这三个抖音挑战，其短视频内容几乎都是来源于粉丝们的
二次创作。这可能是由于这两个 IP 在目前有着相对繁荣的同人创作氛围，其粉丝群同时也与抖音用户高度重合所致。总体来说，抖音挑战所呈现出来的人气结果，跟微博、B 站等其他二次元文化爱好者集中的平台社区存在较大的差异。考虑到短视频拥有较低的内容创作门槛以及更短的传播路径，这或许也意味着像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可能会在未来发展成为新兴的同人文化交流社区。三、音乐。由于抖音短视频的拍摄模式与音乐强相关，所以抖音本身也可以做音乐作品的推广，比如说与绝地求生相关度特别高的眨眼 98K。其音乐本身就是来源于美国摇滚乐队 Fistfit Tantrums 于2010年推出的作品 Hand Clap， 而抖音的流行也让这首音乐作品的旋律得到了有效的传播。 AX 注意到，在抖音里能够获得广泛使用的音乐，往往都是那些旋律独特、容易产生洗脑效果的作品，即使是在特别强调粉丝效应的二次元领域，这也是一种普遍现象。比如使用人数高达 11.7 万人的团子大家族 CLANAD 动画主题曲，用这段音乐创作的短视频就是五花八门，其中人气排名前几名的视频跟原作一点关系都没有，而有 2.5 万人使用的达拉崩吧演唱、洛天依、言和，其相关短视频更是涵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更为有趣的是，使用人数超2万用四川话演唱的妖妹儿冯宝宝一人之下动画第二季角色歌，其相关短视频除了原作相关内容之外，甚至还出现了川渝地区人民生活的日常。虽然很多使用这些音乐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这些音乐的出处，他们甚至只是出于好玩才使用这些音乐拍摄短视频，不过从相关内容的量级上看，音乐始终是整个抖音平台里最有渗透力的内容，无论它到底是来自哪个资源。在持续不断刷抖音的一个多月时间里， X 最大的感触就是，像比起 QQ 群、QQ 空间、百度贴吧、微博、 A 站、 B 站等传统二次元爱好者相对聚集的互联网社区，存在于抖音中的二次元文化其实即是熟悉也是陌生。熟悉的是这些内容的都是来源于目前活跃在市场中的 ACG 产品，而陌生的则是这些二次元抖友们对 ACG 内容的解读方式，其实更为大众，或者说是更加三次元，也更容易让人上瘾。 AX 注意到，随着不断有人将抖音短视频以合集的形式搬运到微博、 A 站、 B 站等网站，这些内容社区的用户出现了二元分化的状态。比如在 B 站，抖音相关的视频点击量其实都已经能够达到数百万， Alt 带古拉 K 等抖音红人也有一群固定的粉丝，但是有一些 UP 主和用户却对这种现象嗤之以鼻，在不断通过网络发表相关反对言论的同时，甚至由此产生了新的文化内容鄙视链。以抖音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会为二次元带来什么，我们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短视频内容的出现已经成功的引起了许多年轻人的注意，这或许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二次元文化的发展带来新的改变。